姻緣大逆起當然最好啦。咁但係人間遊戲，遊戲人間啊，咁啊可以做到高手最好啦。不過咧啊，如果勝贏多呢、這個輸多贏少咧，就點都唔係高手。提示讀法：先別稱利害啊，太三面嘅麻雀用語。咁啊，通例如大三元、小四喜、食炸糊等等。係啊，咁啊三面嘅麻雀用語啊都唔係太多嘅嚇，咁啊大家咧一定要用筆寫出嚟嚇，有筆寫出嚟，寫曬依五個嘅謎面係嚇，然後咧再嚇睇下點樣加減減啊咁樣咧，就可能咧就方容易啲啦嚇，咁啊因為咧好似係有方向字嘅，咁啊再係啊提示到八人。先別稱利害，咁啊要留意一下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嗰個謎底都喺咁樣嘅字嗰度咧，就揾出嚟嘅。係啊，咁樣。